马盖了，等急死喽！哦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急死到！通过台北。啊，莉莉思思，莉莉思思啊！思思莉莉，还要这样吗？兄弟给你们抢完鸟了。没有关系了，没关系，差几个才跟到嘛。走走走，我开电脑。两位出来。哇，阿爸，啊，你几时准备哦？按脚修脚诶。那做马街咧都讲脚嘅，没人用，要不然撑得累，用撑得就三只哦。来，拿一条。妈，孩子横财就手，一本万利，先贴哪一个？哎呀，意思都差不多，啊，两边都贴，啊，你贴那边。哇，孩子，春联啊，这样有气氛了。当然呀，啊，阿爸写的嘛，哎妹，啊，落去贴。要就自己写。嗯，等下没有生意，赖我。这样久都没有变过，这样老土，我才不要啊，老婆。嗯。垃圾来。什么纸哦？下下红色那一张。哦。红过你的。就看你写什么出来。Make more more catch， 我把开始哦。财源亨通。Money money come come， 这个是什么意思哦？钱多多来啊？不是，这个是财源广进啊。跟我有什么不同啊？嘿，差别大咯。International English 的，不一样了，当然。老公好厉害哦！怎么摸我你啊？笑我们，笑我们。笑啊笑！啊，快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！哎呦，阎王，你都冇过晒啊，又丢弃啊！哎呀，太极，这个是他们的情趣习惯就好，不然我们这样子的小地方，没有他们做戏给我们看，日子不是很无聊。哎，剩下的交给你啊，阿迪啊，啊，哇，你在 catch 非洲了咯，啊，有江湖吗？没有，帮你连。哦，等一等一等一，哎，太极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问你，怎么最近没有听到你跟那个袁炳老师出去约会了？哎呀，人家没有空嘛，没有 text 你吗？我 call 你。哎，阎王，人家没有空，哎，没办法的嘛。又不是这样讲，一个男生哦，如果真的对一个女生有兴趣的话哦，他一定会找她的，啊，不会说搞失踪啊这样子的。哎，俺用了咩？有啦，没有啦，你不给袁老师真的不得空咩？不要听他乱讲啊！人就是喜欢自己在那边乱乱烦的，都有的东西哦，自己在那边想。我觉得啊，袁老师真的对你有意思的。嗯，听阿梅那讲就对了。哎呀，你太急，
没有抱什么希望的啦，你们也知道啊，希望越大，失望也越大嘛。哎，冇相干咯，不成，不是做朋友哦，我都习惯一个人生活了的嘛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千万不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子不对，没有希望啊，千万不可以这样子，好，来来来，你们两个人啊，怎么这样关心我啊？没有了，因为你是我的胎记吗？胎记的事就是我们一家人的事。呀，女人啊，就是一定要结婚生子，你的人生才会完整。我又不觉得我哪里不完整哦。哎，一个 feeling 来的， you know feeling。啊，等一下，什么 link， 什么 feeling？ 你看我很像很独立这样啊，经济独立，思想独立，行动独立，可是我的心是很传统的，因为我知道不管几厉害都好，我回家都想要有一个我最爱的人。I can show you the world, shining, shimmering, splendid. Tell me. 哎呀，你们免得搞搞笑笑啊！你看我们是不是很 sweet 很幸福呢？假的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在家又不见你们这样子，那么恩爱。很假嘞！哎，太极太极，听我讲就对了啦，要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。他不 call 你，你就 call 他了。我们是女权的世界 ，OK？ 啊 ，OK。哎，琪琪是衣服到了，你来看一下，好美哦！加油 ，Let's go！ 这个还有颜色，不同的颜色。你看那个。冒昧问你一句，请问你是？我是阿兰姐，阿兰姐是我吗？对不起。我没有想到，你读这样多书，还这样体贴哦。让我们身边的人感觉到温暖，是我们这一辈子该学习的事。同学会？什么同学会？我看。哎，慢，严老，什么来的？来来来 ，OK。你们两个啊，怎么比我还 happy 啊？替你开心啊嘛，不然你每天晚上在房间洗洗手手，吵到我睡不着啊。哎，记得要打扮美美啊。哎呀。你不用打扮美美的啦，严萌，我这样去不好咩？你这样去好咩？现在男生约你呀，去见同学，像见家长一样啊。嘿，不是姜太极，你忘记我们家是做什么生意的咩？不是孔，潮流教主 is here。啊，妈，来，走。啊哈哈。该落水哦，等下就停了的啦。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哦。这么干事哦？要帮你改头换面。来，坐下。哎呀，什么改什么头换什么面？啊，你去拿一把刀来，拿刀来做么？重新投胎比较快啦。坐着不要动啊。哎。好像有画，等于没有画这样的哈。这个是最高级的妆，画了很像没有画这样。联盟，这样你们两个不是白做？No， 你看你的皮肤完全没有毛孔哦，再看一下你的鼻子是不是变高了？真讲一下又是真的哦。要知道啊，比起那种大浓妆，男人更喜欢呢淡妆啊、素颜啊，好像一睡醒就这样美的。哦，原来你当年就这样子骗走我们阿国的去。但那矮有问题哦，连他只矮出去哦，矮戴 mask 哦，阿哥我们当面板，我用别人哦。是哦。
景，我们选美美的衣服。哇，来看一下这个屋。哎，唔会难啫，Ken。哎呀，有点唔会啊，我中意拍摄嘅，哎，中意拍摄。哎呦，安多龙这样暴露，哎呀，唔会啦，这些你穿的不按我的，我有办法。停停停停，说哭，你穿说哭的、啊？嘿，好过你化假装啊，裸妆，这个叫裸妆。不要给两个，不要吵啊，阿亮妹，你要找黑马盖啊，俺谁看的大夫哎？呆子，这个不叫呆夫，这个叫束裤。他穿了是不是你的肚腩就啪变不见？哪只啊？你今天跟平常的你不太一样哦。有咩？很漂亮。我们进去吧。是啊，错，有点肥了。没有，没有啦 ，OK 啦，完全一下嘛。请高抬贵手放过我的朋友吧，他已经紧张的连续喝三杯了。三杯而已嘛。啊，哎，对呀，阿兰姐啊，我们身为援兵30年的老朋友，你是他数一数二带回来让我们见面的女性朋友嘞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他很重视你哦。哎呀，你们这么说他会更紧张的。好了，不捉弄你们了。身为你的老朋友，希望你今天请我们喝喜酒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阿兰姐啊，你是做什么的呀？说起来你也没有跟我说过哎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猜你是厨师。我猜是做 account 的秘书。啊，不是，哎呦，好彩好事哦。阿兰姐 on duty。 Sorry, mom. Let me work. Please let me work. Actually, I'm a cleaner.哎呀，我做清洁工很多年了咯。哦 ，from T to S 咧，我就一直以呢去 KL 勤工。哎呀，有家好穷啊，我唔想阿爸爸很辛苦，然后哦，就这样子跑去 KL 了。我的爸爸就讲哦，不要啦，不要去啦，啊，一个女孩子去到大地方，谁照顾你哦？我才没有理他，我要去就是去，一坐就坐到现在了。那其实我觉得你很孝顺啊。
冇变咯，冇秃头梳，冇得干。但是我又很 lucky 哦，我去到 KL 的时候哦，刚好有个大公司要我，我在里面呢就一直做到现在。咦，公司的人啊还给了我一个最佳中心奖。我每天呢啊准时6点一定到 office。啊，我把每个地方啊，打扫到啊，干干净净，哦，很重要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因为 office 里面的人啊，哦，做工都做到开心，我也开心。哎，我好像把他们当家人这样子的哦。哎，只不过嘞，有些人就觉得做清洁工没有什么大不了啦。哎呀，谁都可以做，我就不是这样觉得了咯。我从来没有轻视我的工作。I like my job。我没有要求什么，只要人家一句 thank you， 我就心满意足了啦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脚很痛哦。不如我们过去那边休息一下吧。来，好。如果我要脱掉我高跟鞋，你不介意哦？请便。哎呀。哇，舒服晒哦哟！我跟你讲啊，我平时啊不会穿这种鞋的哦。它好像啊，我看那个戏那种满清十大酷刑哦，真是痛到矮啊哟。那你今天为什么要穿哦？还不是因为你。嗯。哦，哎呀，我很久没有扮美美啦哦，不是穿一下咯。好，其实我今天哦有一个秘密。我有穿束裤。束裤？哎，就是那种又小又窄小小件的，可以遮肚腩啊，够细矮哦今天。玉兰，其实你没必要改变自己，或者是迁就，做回自己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你今天特别赞，赞，赞，哦，赞！你是我遇过最勇敢、可爱又值得被我尊重的女生。哇，人家都叫我安迪了哦，你还叫我女生，你在讲什么话哦？其实我非常认同你说的东西，一个工作其实不太重要。最重要的是那个成就感。你知不知道，刚刚你洗碗、整理房间、刷马桶的时候特别帅。刚黑啊！我呀真系矮 professional 哦，啊你爱唔爱？唔爱。唔黑，我系讲你爱唔爱哈？可以啊。啊来呀，阿兰基。阿兰基。阿兰基 on duty。阿兰基 on duty。哦，要这个。啊，好重要耶。那就做呀啦！来，今天别打鼾哦，哇，心里啥个痛哦。我来吧。啊？你怎么改？你是。来，我背你吧。哎呀，俺不会啦，俺好重耶。没问题，上来吧。啊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嗯。好。要用边用啊？可以，你两只手放前面。哦 ，OK。好，准备好喽。
一、二、三，二、三，啊，可以，好，看，是不是可以？走啊，走走。哎呀，做得嘛哦，做得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除了我爸爸在我的小时候啊背过我啊，你是第一个背得起我的男人啊。是不是觉得做为自己很轻松嘞？也是啊，哇，今天放将开。哎，你信不信我现在背着你，然后我还可以跑？哎呦妈哟，我肉多啊，我啊好像 airbag 这样跌下去没有关系哦。啊，你真的是受伤啊，你的腰谁照顾你哦？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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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试试看嘛，我来喽。阮兵 on duty。林玉兰，居然有不是你的包裹，太极的包裹。你猜我刚刚见到谁呢？谁？韩哥欧巴。你的欧巴啦，云老师，他身边的女孩啊，漂亮得像女神一样啊。人家杀到来了嘞，整个事实摆在眼前啊，你再不行动啊，分分钟啊，你孤独终老啊。我就来看一下这个狐狸精长什么样。